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159页，第三行看起，第三行。由上可见，前面呢所说的念佛之人，由弥陀所牵制25菩萨，于一切时拥护加持，又有大势至菩萨等威德摄受。佛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故得远离磨难，安稳修持。这个几句话了，我们要记住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事出世间最吉祥的事情，无过于念佛。最殊胜的事情，无过于念佛。一切这些灾难魔障都不会干扰你。如果有魔障来干扰，你要认真反省。问题不在外面，一定是自己信心不足，还有怀疑，愿心不足，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。所以菩萨保佑你，诸佛护念你，你自己这里有障碍，出问题了。如果自己信心十足，坚定不移，这话句句是真的。我们有些人说，我们念佛了，佛菩萨说加持不灵啊，还是有冤亲债主来找我，还是有很多磨难来找我。从这里起疑惑，丧失了信心，愿佛菩萨不灵，不保佑不加持，这是罪上加罪。不知道啊，错在自己本身呐，佛菩萨没错。中国古人教人呢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只要出了问题，问题不在外头，自己认真反省，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怨天尤人，一点点小事情就怨天尤人。这个罪过就重了，罪过就大了，就错了啊！前面我们读过《十往生经》里头佛说的，这个就在前面，佛说，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，发愿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这个人，行住坐卧，无论是昼夜，一切时一切处，
那这25位菩萨护持他，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。这个话我们应当地心佛言，要真正相信啊，何况还有大势至菩萨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只要看到是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他都摄取不舍啊，决定帮助他远离三恶道，得生净土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说的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受持是真干呐、啊。啊，就闻诸佛名者，这个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。又念佛之人呢，有40里光明诸身，魔不能犯呐、啊。啊，真正一个念佛人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他的光照40里。啊，40里之内，这个里头人都沾他的光，都蒙他的福。这个地区没有磨难啊，所以这一段说，这是这一段的总结，故得远离磨难，安稳修持，仗他力故。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，化险为夷，称为易行道啊。修学这个法门呢，只要真心，没有怀疑，没有杂念，一心一意专修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我们举了一个历史过去，大家都记得很熟的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地仙老法师的徒弟郭罗江，啊，这个人的命多苦啊！生长在农村，不认识字，没读过书，啊，什么都不会，啊，靠学会了一个补锅补碗，这么一个手艺生活。这种生活，抗战时候有，我们见过，仅次于乞丐，比乞丐稍微强一点。啊，真可怜呐！啊，40多岁，找到了小时候的玩伴，同一个村庄生长的地仙法师。小时候玩伴，哎，看到他出家不错，有吃的，有穿的，有房子住，啊，就要求要跟他出家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40多岁出家难了。啊，出家住在寺庙里，
最低限度的五堂功课要会啊。那五堂功课他就学不来啊，他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另一个途径就是讲经教学啊，他不认识字，这条路也走不通。两条路都走不通，寺庙怎么能住啊？到最后不得已到宁波乡下找了一个废弃的小庙，没有人住了啊，地仙法师让他住那边，只教他一句话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等你会念吧，先会念，会念就行。你一天到晚就念这句佛号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不分昼夜。他听话，他真干。你看三年，日至时至，站着往生，就成功了。啊，这样的人三年都能成功。啊，这个成就正如地老法师赞叹啊，老法师真赞叹，老法师不随便赞叹人的啊，赞叹他了，没有白出家了。啊，你的成就啊，说天下弘宗严教的大善之识不如你啊！啊，弘宗是禅宗的大德，严教是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，没一个能比得上你。这叫智慧。又说天下丛林宝刹，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，那是讲福报啊。弘宗言教的是说智慧，他们那些人智慧福报都比不上你，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谁能比得上啊？像这个样子，在中国历代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啊，做一个弥陀弟子啊，念佛求往生的示范给我们看啊，这种人叫做正传。你不相信，我做证据，我做样子给你看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能够向这些人学习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。啊，凡是不能往生的，他那个障碍的根，不外乎三种，放不下嘛。一个是名，一个是利，一个是亲情。这三样有一样放不下。阿弥陀佛派来25位菩萨不见了啊，护法圣神也没有了啊，你自己有障碍，你不是真念佛，
你不是真求生净土啊，你在这个世间还有，还舍不得离开啊，你的情执还没断啊，所以你这一生呢，还继续搞六道轮回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跟锅炉匠比呀，天渊之差了，怎么能比得上人家？啊，这下面说，或以谈他离为着相，应知他离亦是自性呢。自他不二，自他完然了。大乘教里头有说到啊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啊。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两句话说的是一体。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自性弥陀。我们同一个自性生的。一体。极乐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唯心净土。心是自己的本性。性是自己的自性啊，自家精心自信的心性不是外头来的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所以这些都不要被人几句话说了心就动摇了啊，信心就失掉了。啊，这个地方讲得好，因他心，他心是阿、啊、因他力、啊、阿弥陀佛的力加持的力量，而显自心。把我们的真心念出来了，妄心念掉了，真心就抽出来了。妄心是妄想分别之主，真心是什么？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心就是真心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心就是自己的本心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从有念呢，一入无念，真是本法深妙处啊！本法是念佛方法，深妙处啊，是无量寿经的深妙处啊，是持名念佛的深妙处啊。几个人知道？他要知道，他就不会动摇了。他还会动摇，还有疑惑，他不知道。是故弥陀要解云：此之法门，全在了字了他即字。这话说得好，了是明了，明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。啊，中峰禅师《三十七念》里面讲得非常好。
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这就是讲的自心弥陀，唯心净土。啊，你还在分自分他，就错了。你还有分别之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分别之处没放下了，通通放下，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这就是锅炉匠的成就。啊，我们可以说锅炉匠一类的成就。若慧眼他佛，则是他见未忘，叫分别没忘啊。若偏中自佛，即是我见颠倒，叫什么？执着没放下。啊，希望我们把执着、把分别通通放下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这个执见不能放下了，我们念佛功夫全都破坏掉了。所以，弥陀想加持，加不上。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不老实。佛想帮忙帮不上，下面第四段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，就赞叹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159页倒数第二行，复无念与无声，原非凡夫之所能，凡夫做不到啊。无念是自己的念头，念念相续，前念灭了，后念自然生了。不但凡夫做不到，阿罗汉、辟支佛做不到，全教菩萨做不到，十法界里面的佛也没做到。啊，当然凡夫做不到。原教八地菩萨，这是什么？说能做到的人，不是别教啊，原教啊。啊，原教八地，别教八地只等于原教八住。你看，立一切心意识分别，使得真得无生法忍。这个地方这一句，立一切心意识分别，就是法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。这是原教八地菩萨才能做到。啊，这个时候才真正是无念，真正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实名真得无生法忍，我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。
可见呢，此乃圣者之所难。大圣才能做到啊，七地以前都做不到啊。是安能弃之于居夫凡夫？居夫就是烦恼具足，一品也没断，他怎么能做到？是以善导大师四帖疏曰，这个四帖疏是指的观无量寿佛经，善导大师所做的注解叫四帖疏。这个经上讲的16种关门。观无量寿佛经主要讲的是念佛往生的道理，其次呢讲念佛往生的方法，讲16种方法，持名念佛是第16种。最后的一种是持名。善导大师说，今此关门等直方而立相，住行而取进，总不明无相理念也。这个法门不说无相，不说理念，真的直方立相。直方专指西方，立相西方有极乐世界，西方有阿弥陀佛，不是无相，不是讲万法皆空。这个就我们好学了。住心取静，我们心要不安住一个地方，心就慌了，心就乱了。凡夫的心杂念太多，妄想太多，他心住在妄想上，住在杂念上，所以很杂很乱，这个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啊，带来了苦难呐。我们今天就是综合过去所讲的摩诃止观第8卷跟我们讲啊，并有6缘。我们讲的杂念，杂念妄想啊带来的疾病呢，众生有病不外乎6种原因。第一个是四大不顺，四大是地水火风，叫四大不调，人生病了。第二种呢，饮食不节，暴饮暴食，不知道节制，特别是现代的饮食，染污严重啊。肉食那个染污更不必说了，都带着病菌。就是连蔬菜稻米现在也麻烦，
它有农药化肥，人长期吃用都会带来麻烦。这属于饮食，这直到现在染污多种。第三呢，坐禅不调，不懂得调心，不懂得调身，坐的姿势不对，坐久了坐出毛病出来了。那么这个三条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触犯的，这得找医生。让医生帮助你调理。第四种啊，鬼神得病。你的心行不善，鬼神来教你造罪业。为什么？他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他要报复你，让你多造一点罪业，你多受罪。第四种啊，魔神相扰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般是修行人。修行人呢，有冤亲债主来扰乱你。这个里头最厉害的是天魔。天魔是第六天的天主。波旬魔王，他不喜欢人修行正果，不希望人离开六道轮回。你在六道他欢喜，你离开六道他就愁眉苦脸。他会干扰你。这两种，我们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鬼神魔神都不能得其便。为什么呢？真诚恭敬跟他不相应。他是虚伪的，是欺骗人的。所以我们有护法真神。他不能来干扰。第六个是恶业所起的病，这个病最麻烦。你看，不是属于生理的，不是属于饮食不节，是是也不是，冤亲债主来找麻烦。自己造的罪孽造得太深，引发的病，这叫业障病。业障病医生治不好。你要找冤亲债主啊，你超度他们，他不是这个，不是这种事，与这个事情不相干。也没有办法调解。不是冤亲债主找麻烦，这是自己业障，造的业太重了。只有一个方法，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。真回头，真信敬宗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行。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，宋朝迎科法师就是这个例子。他是自己造的罪业很重，真正忏悔，他晓得他要不能往生，决定堕阿鼻地狱。
啊，想到阿鼻地狱，他就害怕了。啊，所以他真干，是不是假的？啊，你看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这例子太好了。啊，恶业所起的病啊，阿弥陀佛跟他见面了，告诉他。你的寿命还有10年，等你命终的时候，我来接引。啊，盈科法师，这个时候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他要求阿弥陀佛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外面诱惑，外面一引诱，他又去干错事了，那10年不知道干多少坏事啊，所以不要了啊，现在就跟佛走，佛跟他约了3天之后来接引你，他3天之后真往生了，没有生病啊，啊，自在往生啊，啊，这是恶业所感的疾病，这个方法很有效啊。恶业起的病呢，医生治不了。我们用什么超度的方法结缘世界也治不了，它不是这一类的啊，自作自受，自己忏悔就能治病啊，所以一切法从心向生，大小乘经典里的佛都说，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啊，你把你散乱的心集中在一点，特别是我们都集中在阿弥陀佛，这个能量多大，什么都能治啊，这有信心呢、啊、这么有信心，那自己的受苦受罪 啊自己有坚定的信心，那这个下面我们把重要的写出来了，啥？其肝炎病，杀生啊，杀生太多，吃肉太多，你的肝容易得病，外面呢眼容易得病啊，眼看东西模糊，看不见了啊，道。其肺痹病啊，不义之财，用不正常的手段得来，这都是属于道啊，财物据为己有，会容易人引起肺病啊，鼻病，淫欲起肾病、耳病，妄语起脾脏发病啊，舌根生病。饮酒过度了，容易得心脏病，得口病，犯五戒，就是杀盗淫妄酒通通都有，而且都过分了，这个人五脏五根肯定有病啊，但是持戒呢
也能够动业成病，啊，持戒念佛很好的人，有时候也会生病。啊，这生病是什么原因呢？人中清报。啊，这是他有很重的罪业，应该有重报，因为他持戒，因为他念佛。啊，他回心向善，所以重罪轻报。啊，不是不灵，是此事业于谢故病。谢就是那个罪业快消得差不多了，快要消完了，有这些病的现象出生。业病有很多种啊，需要细心去观察、去检查，把病根找出来，然后你就有办法对治。啊，总的原因不外乎，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。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，你看有因有缘，果报就现前了啊！脏腑失调，天地变异。脏腑失调是内，我们的身内；天地变异是外面自然灾害，这是病果啊！啊，疾苦。短命、自然灾祸，这是一切病的报。我们这用因缘果报，通通都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后面这一行，希望我们有警惕，有这个毛病改呀、啊！啊，悲恼伤肺。人常常有伤心的事情，有烦恼的事情，啊，容易得肺病，怒火伤肝，常常发脾气的人肝会有毛病，啊，烦恼、恐怖，我们现在讲压力，这些东西上升，啊，恨。伤心啊，你怀恨恨人，是在你恨人，顶多啊，他影响的是三分，自己伤自己的心是七分，不值得了。你把账算清楚的时候啊，害人真的人家受害是三分呢，害自己是七分呢。啊，所以古人劝人呢，害人之心不可有啊。啊，连防人之心也不要有。有什么好防人呢？没有好防的。啊，防人也伤心啊。啊，也很操心的，不用提防。修善尽德，比什么都好啊！啊，愿上脾胃，啊，这是古人常说的。下面呢，恶念不善，恶的念头、不善的念头就起灾。这是我们身外的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啊。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很多，怎么来的？是恶念、不善的心行所起来的，
不是自然灾害，大自然是最健康的，大自然是最美的、最完美的，怎么会有灾难？一切灾难都是人为的，人的心不善，行为不善，所以贪起水灾，尘起火灾，痴起风灾，慢起地震，疑起山崩地陷，落尘地陷，这就是现在常有啊。幕后是药，怎么治法？仁义礼智信，在中国传统文化，无常。佛家的无戒是善，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。我们只要把后头这一条做好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身心健康，居住的地方不会有任何灾难发生。把仁义礼智信做到，把无戒做好，十善做好，六合做好，一心念佛。一切疾病灾难通通没有了。那么这是今天把它汇集起来，共享供养我们的同修。这个印出来了，我们这里可以多拿得到。大家都可以多拿几份去送朋友。所以净宗他不是讲空门，他是跟你讲有的。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。念佛真的往生净土，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。如来玄之末代最诸凡夫，末代是末法时期，现在是末法时期，众生造罪业，无逆十恶，地球严重染污，我们身心染污，大地染污，我们依赖生存，受污染污，衣着也是染污，现在到了很严重的时候。这样的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。这个是立相住心，这个方法在佛法不是最高的方法，这个方法都不能成就，何况立相而求是者。那要叫你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是根本做不到啊。那是大乘，上上根人才有分。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。四无数通人。好像没有神通，那些普通人居空立世，让你在空中造一个房子行吗？不行啊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可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行，
你希望你的房子在空中，真的在空中。啊，希望它在地面，它就在地面。啊，极乐世界人人都有这个本事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不行。再看下面一段，我们通通看解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原文：盖以众生妄心，念念相续，如急流水呀，从没暂息。啊，这是先从比喻上来说。啊，我们世界的众生。啊，他的妄念，妄心就是妄念，前念灭，后念就生，一个接一个，从来不间断。啊，好像很急的流水，从未暂息过。从什么时候呢？从我们最初一念不绝。这个念头起来了，到什么时候它才熄掉呢？到成佛。你没有成佛，这个念头就不会熄掉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念头没有了，自心就现前了。啊，这个念头叫无始烦恼。啊，叫无明，无始无明烦恼。这烦恼也不是真的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们把它当作真的，肯定认它是真的，不知道它是假的。啊，亏就吃在这里。什么人知道它是假的呢？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，这个境界他看到了，他完全明白了。啊，看到当然就想把它断掉。你看，还要经过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才能把它断干净。不是一看见就能断的，还要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呢。啊，真断了，那就是妙觉如来。他修行的这个场所，十宝庄严图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指的方不见了，业的相也不见了。这是如来究竟的境界。你看，自然真的，啊，一点都不操心。那现在，我们不是八地以上的境界，我们今天的境界，就像此地的四句话说的。念念相续，如急流水，从未暂息。啊，是今日勉强的按捺，你勉强的把它按住，止住它。初念呢，虽得稍息，啊，修定，
持咒念佛，这都是把它按捺。初念好像没有了，细念从未沾止啊，细念你不知道啊。阿罗汉修行不简单啊，四果四相，八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相当长的时间啊，把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见思烦恼来的。见思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他算是醒悟过来了，做了一场噩梦，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四圣法界。啊，他所看到的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六道三途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啊，他从秽土里头跳出来升到净土了。那净土中细念初念没有了啊，这个执着是最初的念头啊，分别细了啊，在四圣法界里，阿罗汉断习气，辟支佛断分别，分别断尽了，辟支佛成菩萨了，菩萨再把辟支佛的习气断掉。那就成佛了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就很清楚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断了。华严经上讲不分别不执着啊，连分别执着习气都断了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十法界里面的佛。他现在要断的是无始无明，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什么功夫呢？修不起心不动念，不是不看不听，一看一听啊，虽看不起心动念，虽听也不起心动念啊，就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里面如如不动，这个修成功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十法界还是一场梦，第二次梦醒了，十法界不见了啊，眼前是什么境界呢？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叫一真法界啊。那我们晓得十法界的佛把无始无明断掉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怎么来的？就是习气变的。习气如果断掉了，十宝土就没有了。可是习气非常难断啊，不像见思的习气，不像尘沙习气，那都有办法断。无明习气没有办法断。
因为无明是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你用什么方法断它？你想断它，又起心动念了。所以在这个层次修行，就是随它去吧，别去理它，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这个境界里叫无功用道。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。你一用力你就堕落了，你就往下堕了。一切恒顺自然。在十报图里面修行，实在讲只有一个障碍，不能回常寂光，就这么一个障碍。除这一个障碍之外，其他的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华严经讲的四无碍，它通通具足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所以它有能力供养变法界一切诸佛如来，他有能力分身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，他能分无量无边身，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在供养，供养修福都有他在闻法，诸佛在说法，他都在那里听法，闻法是开智慧，佛慧双修啊。所以在十报庄严土的人啊，他们的事情每天干的事情就是供佛闻法，再就是呢帮助众生，有缘的众生，他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众生心里想见佛，他就现佛身；想见菩萨，他就现菩萨身。像观世音菩萨32应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应身去帮助这个众生，帮助他转恶为善，帮助他转迷为悟，帮助他转凡成圣，他能在设防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教化众生，他没有妨碍啊。等到时间到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就回常寂光了。回常寂光那就得大自在了，跟众生起感应，纯属于自然的。常寂光什么没有了，念头也没有了，我们讲心也没有了，身心都不见了，身心变成了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万事万物都在常寂光普照之中。所以诸佛如来跟我们一体呀。就像我们在这个小讲堂，这么多灯光照到我们，我们的身心跟这个灯光融成一体，自自然然融成一体。可是我们这边的光呢，你隔了一层皮肤，它照外面，里头照不到。常寂光不一样，照透。
那里面全照见了，它没有障碍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 X 光，啊，紫外光，它们也没有，它能穿透。啊，所以长寂光是一切光的源头。啊，那是自己的真性。啊，自信的相是一片光明，叫大光明藏。啊，这才真的究竟圆满了，回归自信了。啊，这是十方如来普度众生的本愿、本怀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，初念稍稍止住一点，身心就感到自在了。啊，细念从来没有停过，这个细念一秒钟1600兆的念头啊，单位是兆啊，啊，1600兆，这个频率在波动，它没有停过，是行人。倘若错认，变云相应，十大谬错误啊！啊，修行人如果认为我们有一点点小功夫，心地得一点清凉，就误认了，我已经得定了，啊，已经见性了，这就错了。于是大慈悲父，心无缘至此，垂此奇妙方便法门，直方立相，摄心专注，即此妄心持佛名号，念业佛名，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念得纯熟，乃妄能所，心无所住，佛号分明，暗合道妙，便其无住身心之妙地。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，把净宗的这真正妙处说出来了。啊，你这些这个方法真妙，我们要用平常的方法，总是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。那么这个方法，首先要感谢阿弥陀佛，不是阿弥陀佛想出这个方法，我们没有得度的机缘。啊，所以他用这种奇妙方便的法门，就是直方立相，摄心专注。那我们真占便宜，一天到晚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会想着，哎，哪个地方是西方？我们面对着西方，啊，相信西方那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现在加持我们，我们念佛的时候
就是他加持的时候。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就是同佛善根福德的时候。善根是智慧，智慧福德跟佛是同等。摄心专注。摄心是收心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度摄六根就是摄心。专注就是专念，一心专念。你看，即此妄心。我们现在支持佛号的是妄心啊！念一佛名呢？这一句重要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念佛。念一佛名，唤出百千万亿妄想杂念。念这一声阿弥陀佛，真的换了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吗？这话真的吗？你们谁相信？我们在一起一同学习这么多年了，我问这个话，大家一定要相信。为什么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心有所念，这一念的时间多长呢？一弹指。我们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不止一弹指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的最快的一念大概要半秒钟。两声佛号就一秒钟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了？1600兆啊！这你说的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有没有超过1600兆？没有啊！这个话是真一点没有夸张啊！一秒钟啊，我们的妄想杂念呢？也是1600兆。我们念这一句佛号，不就是把1600兆的妄念还过来了？这法真妙啊！所以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，说得非常的保守，念到成熟，乃妄能所。能念的心忘掉了，所念的佛忘掉了，但是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还不停止，还在那里念。自己感觉什么？感觉身体没有了，或者是下半身没有了，或者是上半身没有了，很多修行人有这个境界。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。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是妄能妄所的境界。这境界并不是很高。念到专一的时候，这境界就会现前。心无所住，可是佛号分明。一句接一句念下去。这叫暗合道妙。遍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就叫无住生心。念得成熟，妄能妄所，心无所住，就是金刚经上的应无所住。
啊，佛号清清楚楚，也是一句接一句，这叫圣贤。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妙谛，我们用直方立相、摄心专注，可以修成功。啊，别的法门不行啊，这个法门行啊。念到功夫成熟，一切法门全贯通了。无量法门即是一门，一门即是无量法门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：夫众生之生灭性，处处能缘。攀缘呢，就是妄想啊，可以想过去，可以想未来，可以想此地，可以想他方。啊，生灭心就是妄心。啊，前念生，后念灭，但是它的能量非常之大。啊，他就是不能圆般若，他圆不到自信。啊，自信里面无量智慧，他圆不到。自信里的智慧就是般若，须未登，别教地上之菩萨，方能契入。啊，别教。地上菩萨就是初地以上，在华严经语言叫初住以上。啊，这样的人于无住时即生心，于生心时即无住。他无助跟神仙是同时的。实际上本来是同时的。啊，可是我们迷失自信太久了，总是把它打成两段。啊，一时生心，另一时无助。无助的时候不是生心，生心的时候不是无助，可见凡夫绝分了。啊，凡夫对于《金刚经》的境界没有办法契入。但是念佛人不一样，念佛的人呢，暗合道妙。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啊，可以契入这个境界。啊，虽然心里什么都没有，这一句佛号继续不断。佛号虽然继续不断，心里头也一无所有。无助跟身心是同时，不是两极。今此净土法门，教众生持名念佛，令众生
即念离念，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念，即凡成圣。啊，这就是经中所说的一心不乱。啊，不是事一心不乱，这是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，跟宗门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，跟教下大开圆觉的境界也是相同。啊，大开圆觉，对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贯通的。啊，他不需要学的。啊，一部经通了，一个法门通了，一切全通了。这是佛法。啊，跟世间法不一样。世间法学一样，只懂一样，各行如各山。啊，他不能够全通。为什么？他用识，他用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他不通。那佛法为什么会通？他不用识，他用智，他用真心。他用真智慧，所以他能够一切贯通。啊，真心真智慧都要把虚妄放下。啊，什么是虚妄？执着是虚妄，分别是虚妄，妄想是虚妄，这个东西只要一放下，真心就现起。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就能得定。那是什么定？自心本定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们：何其自心，本无动摇。自心是不动的。啊，没有摇摆的，这是自心本定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本定才是你的真心。那个念头起伏，这不是真心，是妄心。啊，用念头起伏，你学来的是知识；用真心呢，你学来的是智慧。智慧能圆成佛道，能帮助我们自己回归自信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知识不行呐、啊！啊，在这个世间，知识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啊，可以做个佛学学者，啊，专家学者。啊，也能讲得天花乱坠，啊，也可以著作等身，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烦恼习气没断呐、啊。这就是古大德了，常常勘验学人，你会吗？意思就在此地啊，你会不会？会，就是说会用真心；不会呢，你还是用的妄心，你还是用分别执着。啊，会的人不用分别执着，学得快。
啊，所以这一定要晓得净宗之妙，净宗的殊胜妙在哪里，殊胜在哪里，好在哪里，要能说得出来。就是教众生持名念佛，帮助众生即念力念。啊，我天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着相，不分别。哎，我不分别不着他，我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并没有阿弥陀佛断掉。那真可以不执着不分别。啊，如果有杂念进来，妄念杂念很多，印光大师教我们即速念佛，啊，就是用他的身念法，身念法速呢，暗记，直记一到十，啊，再从一到十，永远是一到十，这个方法是不让杂念进来。啊，如果念的时候没有杂念了，就不要计数了，完全是暗合道妙。啊，这个方法高就高在即念力念。其他的法门，这高级佛法是，它力念是无念。啊，心里都真没有念头，但是又很容易起误会。啊，堕到无明里头去了，修什么？修无想定。无想定的果报在四禅天，无想天，这变成外道了。这个很麻烦呐。啊，我们想到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禅堂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，那是无想定啊，那不是真正禅定啊。啊，云谷禅师问他是怎么修的，三天三夜不起个妄念是很难得，这功夫算是不错啊。他是很老实告诉云谷禅师，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20年一点差错都没有。那命既然注定了，还有什么好想走的，干脆不想了嘛。所以他那个定叫不想，就是无想定了。那无想定还是迷惑颠倒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有定没有慧。啊，佛教给我们的定是有定有慧。啊，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啊，这定慧要均等，这才能入定。这两个不平等，慧多定少，人心就慌乱，就定不下来，叫掉局。啊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如果慧少定多呢，就打瞌睡。啊，精神提不起来。啊，一定要他两个平等。哦，这就入了定了。啊，这入定也不容易啊，哪有念佛容易？念佛这个功夫比他高啊，超过金刚经太多太多了。这些理搞清楚，我们对他才会相信，才不会怀疑，知道这个法门妙啊，跟华严法华没有两样。成就老实说比他还殊胜
啊，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能遇到，别空过了。啊，这才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，其他的全是鸡毛蒜皮，不值得一提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即念历念呢，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念，即凡成神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，哪有不成神的道理？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在加持你，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一点都不疑惑了。故苏超越，越三起于一念，越是超越，超越三大阿僧祇劫，就在一念。这三大阿僧祇劫是谁啊？是十宝图四十一位发生大事。你这一就一个持佛念、持名念佛的方法了，超越他们了。其助身于片言，片言就是一句佛号。助身是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你跟他们平等，你还超过他。幕后两句赞叹，志在妙用啊！志是到极处了，啊，妙到极处，妙到顶点呢、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其他法门乃证入无生，故为难行道。念佛法门巧入无生，巧妙啊！那他们那个是证的，正当方法走的正科僧呢、啊？我们这是巧方法了，巧方法超过他们啊！你看，经此经业，巧入无生，改一心道也。这个巧入啊，容易，正入很难。念佛法门乃修行之捷路，经路啊，经路是净路，直路不拐弯的啊，最近的一条道路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其他法门不是净路，是拐弯的，会达到啊，但是这个路走得很远，绕很大一圈才达到。而持名一法呢，又为四种念佛中的捷径，故称净中之净，净路里的净路。啊，四种念佛，这是净土宗说的，有十相念佛，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最后一个持名念佛。这四种前面三个都难，
啊，观想十六观经里头，第一观，落日悬谷，啊，看每一天晚上太阳下山，看这个红太阳，观成了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太阳都在你面前。你睁着眼睛，太阳在面前；闭着眼睛，太阳也在眼前。你试试看，你什么时候能观成功？很难呐！啊，这个十六种观法，无论哪一观，只要一观成就了，都能往生。为什么？心系西方，跟阿弥陀佛相应。啊，观相念佛得有大福报啊！啊，造一尊庄严微妙的阿弥陀佛像，你一天到晚对着他看，你看他，他看你，这叫观相念佛。你离开相了，离开相就没有了，就断掉了，功夫就断了。你一天呢不能离开佛像，所以这要很大的福报啊，生活不成问题，有人伺候，有人照顾啊，他有这么空闲，一天呢面对着佛像啊，也不容易啊，想去关就空了啊，多难，念佛容易啊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场所，啊，大声念、小声念，啊，默念，心里头念，啊，金刚持，口有动，口没有声音，啊，口是在念，但是不出声音，叫金刚持，啊，默念，口看不出来，心里头在念。啊，所以持名最方便呐、啊。持名念到念而无念，那就是实相念。所以持名通实相，这暗合道妙。啊，这是四种念佛里头啊，最近的经中之经。又本经，你看不常一心不乱，不提倡啊，一心不乱不容易啊。有人读了《阿弥陀经》，来跟我说，经上的标准是一心不乱，我做不到。他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《弥陀经》梵文原本不是一心不乱，是一心细念。啊，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他翻的，是他的意思，不是佛经的本来的字。啊，找梵文原本看就查出来了。啊，他翻的不错，不能说他错。他这个翻对我们是一个鼓励。啊，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这才能往生，就真的把妄念杂念念掉了。啊，清净心现前了，这并不是一心。这样的功夫，在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佛光一照，你的功夫马上就提升一等。
啊，就升等了。佛光一照就升等了，那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业心不乱。念到四业心不乱，就提升到理业心不乱。所以他没有说错。啊，讲清楚，讲明白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经一定要明白，不能含糊，不能有疑惑，有疑惑就有障碍。啊，我们念到功夫成片是可能的，啊，这个不难。四意心不乱，是见思烦恼断了。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，这现在人做不到啊。理业心不乱，是明心见性，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都放下了。啊，理业心不乱，生十宝庄严土。这个不是凡夫能做得到啊！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只要有功夫成片的功夫，往生的时候就是四业心不乱了。所以本经《无量寿经》上不讲一心不乱。这一呢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，修学的宗旨。啊，修学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就这两句话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而发菩提心这一句，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太好了，印光大师非常赞叹。啊，古大德没说过，他说出来了。啊，他说真心有极乐世界，真心有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菩提心是愿，是信的。啊，真正肯发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真有这个愿，真心真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这就好办了。啊，可不能怀疑，可不能犹豫，不能对这个世间有任何贪念。为什么有贪念你就去不了？那就是你的业障啊！这个障碍起不起作用，是你自己做主，别人做不了主的。我自己肯放下，他就障碍不了，我就稳稳当当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要放得干净，不要有任何执着。啊，然后一向转念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
啊，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所以但能发心转念，皆可往生，故更为明确简要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讲得精确，简单扼要。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，啊，净土宗第一经。因为其，啊，因其为直接中的直接，方便当中的方便，绝代圆融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经这样的细说，主要是它真的是难行之法，真讲清楚讲明白了，我们的疑虑就断掉了，我们这一生呢，真正得到无量寿经殊胜的利益，这太殊胜了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要知道，这个做佛是跟阿弥陀佛完全同样的佛，不是别的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把我们的身份地位提到这么高，所以一般人不相信。日本净宗大德推崇此经过于我国，这真的啊！日本黑谷大经社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，海谷是唐朝时候人，在中国留学，善导大师的弟子，回到日本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，啊，是日本净宗第一代祖师，啊，与往生教有根本呢，也有之末，啊，此经名根本。于今明之末，那么净土主要的经典现在有五种：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弥陀经、啊、普贤行愿品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这五种经以无量寿经为根本，其他的是智谋啊，是此经呢是根本的，于经是智谋，又此经名正往生教，于名旁往生教啊，这是正的，其他的是辅助的，我们讲正足双修啊。又此经啊，名往生具足教；他经名往生不具足教。
具足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这个经确确实实讲得非常圆满。啊，把极乐世界的缘起、阿弥陀佛的历史全都说出来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？怎么会事情？啊，理事性相因果，面面周到，让我们深信不疑。啊，他经想弥陀经讲的简略，极乐世界历史没有说，四十八愿怎么来的没讲。啊，观经只偏重在理论跟方法，其他的都不说了，只有这部经讲的圆满，讲得完整，啊，面面俱到，说具上之意也。净土宗啊，譬如妙高峰头，啊，净土宗好像是高山呢、啊，高山峰啊，而本经呢，正如峰头之顶尖，啊，这是用比喻说。说明这个经的殊胜啊，本经为当来一切含念，借以此法而得度脱啊，这是佛说的，就在无量寿经上讲的，当来是将来，佛灭度之后，特别是末法之后啊，一切含念都是以这个法才能够度脱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是指利己众生，此经为最也。持名之法了，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啊。这个暗合道妙的一句话说得太好了。道妙是大般涅槃，道妙是诸佛所证的果法，啊，没有想到持名跟实相相应，啊，念佛只要念下去，自自然然会念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你不要着急，你不要去想，不要去作意，一直念下去，自自然然入这个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身心。啊，就是大乘道妙。啊，所以最易行，很容易你就能证得。啊，这个是功夫啊，不在他们之下。实际上呢，他们得不到佛力加持，我们这个地方不但得弥陀加持、本师释迦加持、一切十方诸佛加持，这个到哪去找去？没法子比。
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。啊，这一生遇到空过，那叫真正可惜。啊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也深深觉悟到，我们要彻底放下。活一天，读一天《无量寿经》，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部经，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法门？什么样经教统统放下了啊，我们对于一切经教只有恭敬赞叹供养，我们自己不学了，学善财童子老实念佛啊，一门深入啊，我们决定的生净土，决定亲近弥陀。啊，同学们如果真发心，将来在极乐世界我们又会在一起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到此地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